从今天起我们就是10年的闺蜜了，续签一下合同吧。好，一年要有一次闺蜜旅行，比如说要去上海迪士尼看李娜贝尔，在北京环球影城说哈利波特魔法袍，还可以去青岛看海，去长白山看雪，这个 OK。 哎，要守住闺蜜间的小秘密，特别是聊天记录，莫西也不能看。那我偷偷去酒吧看帅哥的事儿，你也不能告诉莫西，还得帮我答应。成交。我们可以吵架，但不能冷战哦。矛盾不能隔夜，任何事都要摊开说。同意。我们各自忙碌，但也要互相牵挂。你工作再忙，也要记得按时吃三餐。你工作完不成，也不要加班太晚啊。遵命。好好生活，万事都有我陪着你。如果你觉得太累了，就好好睡一觉，不要太责怪自己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很努力在走到现在。我们要做一辈子的闺蜜，永远不能绝交。你的朋友可以有很多，但闺蜜只能有我一个。地球有77亿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两个人成为闺蜜的概率0.0001%。真正的闺蜜不是那个最先来的人，也不是认识最久的，是那个来了就再也没走的人。